为今天来到了杭州西湖，所以我想穿一件更应景的衣服来展示我们的中华文化。上面是一个汉服，下面就是一个新中式的一个裙子，就是一个混搭。这个销售量我们每天都是在以上万件为基数的，卖的肯定是好，肯定是好。你看我们家全部是的，都是以这种新中式的感觉做搭配。其实这一代的创造力，他们的整个的这种属于生活的方式，包括他们对多元文化和个性和不同的这种带有这种我们说的有一定的这种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和差异化的这种审美的，他们是有很强的一个认同感和一个包容度的。